的我维持。杂志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快出版了吧？我说咱俩的事儿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慧珍啊？我可真有点瞒不下去了。这两天去你们公司，你还真可以装的就跟真不认识我似的。我真不想再瞒着他了。快了，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世，再也不用瞒他了。先走了。公诸于世，怎么说那么夸张？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说了吗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别明天后天，我觉得你就是骗人的，你又骗我，你又忽悠人。慢慢延续。慧珍，能认识你，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。所以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别让自己这么傻了，知道吗？干嘛呀你？好奇怪，你讲这种话，我们又不是见不到了。慧珍，我是你的出口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出口。我希望永远都不放手。拜拜。